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琼。最近影帝的公主正在播出，我看很多弹幕上的朋友都问我说，这个公主的妆要怎么化？那今天呢，我就来给大家画个公主的妆吧。虽然我的技术也没有剧组老师那么的好，但是呢，我今天就在这里效仿一下，给大家画一个明威的仿妆。那咱们就开始吧。明威的妆是非常非常淡的，感觉像是化了妆，又感觉像是没有化妆，所以我们这个底呢要选的稍微轻薄一点。第二步，我觉得明威最重要的就是眉毛。虽然之前我看很多朋友都吐槽我说这个明威的眉毛啊又细又弯，但是大家不可否认她的眉毛这样画是好看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今天也要学习一下画明威的妆，剃一下，用这个刀子稍微剃的细细的。那我们就我们画这个有点弯弯的这种小眉毛，好吧，下面来补几根，看到了吗？不要质疑我的画眉技术，大概是这样的。我这还是有点，我拍那部戏的时候天天都要剃眉毛，眉毛长太快了。 OK， 明威的眉毛差不多是这样的，因为当时我是棕色的头发，所以呢都是用棕色的笔画的，但是我现在呢是黑色的，所以我没有染这个眉毛，但是呢我还是用棕色的笔画的，更加柔和一点。他的眉毛真的是非常细，而且当时没有追求一根一根的那种眼神眉，所以呢就这样细细的。画完了，大家要知道你的这个妆容你最看重的是哪个部分。我呢就是眉毛跟睫毛，我自己本人不会粘睫毛，但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下，这盒我已经保留了很久了，这一盒是我拍影帝的公主的时候用的这个睫毛，剩下的最后一盒老师送给我了，我到现在还没用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画眼妆。眼妆呢我会用一个比较粉嫩的颜色，先用这个敷一下眼睛，因为明威其实没有什么眼影的颜色，我们只要需要一个打底色就行了，差不多就是有点颜色就行了。然后也是用这个粉粉嫩嫩的带一下，稍微有点颜色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眼影就到这里。这个卧蚕笔真的特别好用，一画你就有卧蚕了。这个就是比较粉嫩的，然后我还会用这个，用这种俗称什么妈生卧蚕，有点棕色系的，如果你觉得不够再加点，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够了。好了，然后我个人习惯的会先涂一层睫毛打底，用这两支先刷，它刷的一根一根的。好啦，我涂完了，就是这种一根一根的，然后等会把它烫翘了就行了。给我放大，后期就这个眼睛给我放大，上下可以给它多刷一下，这样就会粘在一块儿了。刷完了，刷完之后咱们刷下睫毛，稍微下手重了也没关系，等会儿用那个木棍一烫看是不是有了，就它会非常自然。在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，明威好像不太知道有防水睫毛膏这一回事，我这个呢好像是防水的，推荐给他。打完底之后我一定要定妆，尤其是喜欢晕妆的女孩子，眼睛眉毛然后鼻翼两侧就不会那么容易晕妆了。说到现在我先给自己定个妆，就对，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了，就是这个呢是我之前推荐给大家的一个烫睫毛的神器，真的特别好用，但是它现在没电了，所以呢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用木棍烫睫毛的技术。把这个棉签的这一头弄掉，打火机，好，这样烫完了之后咱们立马，因为它这个温度会让睫毛变得很翘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是烫了上边的效果，把这个尾部也翘上去。来烫下睫毛，下睫毛真的是我烫的时候特别缓解压力，因为它一烫就下去。好啦，就是很自然的这种翘度。画眼线了，眼线真的是先涂个唇部的滋润一下，然后用这个棕色的开始画一个内眼线就好了，就会特别自然。
看很多你们说好看的妆都是我自己画的，我其实来很自然，然后我要拉眼线了，因为眼线也是似有似无，就拉出来一点点，也不会让它翘上去，就顺着自己眼睛的弧度。 OK， 这个眼妆就画好了，给自己加一点点。这一盘这个也超级好用，加一点点在前面，亮一点点，然后用这种颜色比较深一点的加一点点。好了，就一点点，然后腮红一点点，明威的腮红也是微乎其微，然后用这种颜色再晕染一下。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腮红太重了，可以用上面的鱼粉这样拍两下，就会特别自然。然后我给大家找一下明威的口红哈，我没有找到当时拍戏用的，但是我找到了一个还挺粉嫩的颜色，有点这种，用这个一次性的唇刷给它抹开。 OK， 好啦，我去弄一下头发。好啦，我去换了一下衣服，然后卷了一下头发，准备这种比较少女心，然后比较可爱公主风的一些蝴蝶结来做个公主头。我是喜欢中分的，然后给它挽起来，然后用个这种固定一下。好，同样它固定住，然后也可以把这个别在后边。OK， 后边就会也挺好看的。好啦，我刚刚去找了一个特别可爱的耳环，戴上之后就精致了很多了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我已经变身成功了。哎呀，我这还没擦掉，擦掉擦掉。好啦，那今天这个明威的仿妆就到这儿啦。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特别需要功底的妆容，就是眉毛稍微画的细一点，然后妆容非常的清淡。整体的风格也是比较仙女，然后比较公主的，头发也是戴上耳环穿上衣服之后，其实真的就是就不一样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帮助的这个美妆视频就到这儿啦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视频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影帝的公主，拜拜。